那么二类飞羽、三类飞羽呢，相对呢就比较圆啊，因为它不完全在迎风那面长的啊，这个形啊就比较圆啊，这圆厚啊，宽啊。你比如说我们看它，这个一类飞羽比较尖啊，这个二三类飞羽呢就比较圆啊。我们再近看一点，羽轴啊偏向边上这一侧很窄啊，逐渐的到这儿变宽了，是吧？像一个像这么一个水果刀形，是吧？那么这都是一类飞羽啊。那么二类飞羽啊，相对的呢，是吧？就比较圆，而且羽轴呢比较靠中间，这外边也比较宽了。啊，这个形象上是不一样的。整个从这儿啊，一类飞羽跟这二类飞羽之间呢有个摇线，这个地方是它的分界线啊。这前面呢差不多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，十个。那么最头一个羽毛呢小啊，不是最长的啊，因为它呢保护着这第二个啊。第二个、第三个，那么第三、四是最长的，因为小鸟第三个最长，再稍微大点鸟，第四最长，然后逐渐又短了啊，短下去，是吧？这个鹰啊，像乌鸦呀、啊，它比较伸出像手指头一样，有的小鸟呢，它是连在一起的啊，就不是分的那么多啊。比如像喜鹊的这个啊，它就露一点尖儿，不是露的很多，是吧？就基本它连在一起的。这是这段黑的啊，是二类飞羽。那么有白，这个内壳是白的啊，它是一类飞羽，也比较尖。大家看，第一个比较小，是吧？一个、二、三，三最长，是吧？三最长完了，四五六七八九十这样啊。上面黑的这部分就是腹羽了，是吧？很清楚。这部分呢是等于是肩膀的羽毛。下边呢，看看我技法书这个图啊，大家可以看看，那这就叫羽轴、羽枝，是吧？整个这个呢是鳞的特点，这是小毛的特点，毛啊，这是毛。那么这个翅膀上呢，是吧？有小腹羽啊、中腹羽、大腹羽啊、小中大，这点叫初级。